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杂猫。这边的话，在翻看国际服动态的时候呢，偶然看到一期网友的视频，就像视频中的冰川一样，直接横穿月亮河，然后就去自定义试了一下，发现真的可以。不过这个方法的话，需要一定的站位技巧，不然的话就会出现撞墙的情况。这个点位的话还是蛮需要熟练度的。经过测试呢，可以从二站横穿月亮河，但是无法从对面三站回来。这边可以看到，不管怎么尝试都会被拉回。另外这个点位技巧你们觉得算不算 bug 呢？个人觉得的话还是算的，毕竟收益的话实在太高了。虽然说钩子不一定每次都能成功，但是一旦成功之后呢，几乎大部分屠夫都没有反制的能力，而且冰幻可以来回的跑马拉松，继续利用这个点位横穿月亮河。虽然说祭司也有打盾横穿月亮河的能力，但屠夫不至于完全没有招架的能力。此外视频中还有一段是鬼屋二楼的点位，不过这边不管怎么尝试都没法成功，小伙伴们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哦。另外如果有什么有趣的 bug 视频的话，也可以私信私聊我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